OK， 我们继续前进哈。然后这个点我已经开了，我们要往哪里走？有两条的样子。那个是，这边可以下去吗？可以耶。不能锁定。可以了，玩完了。哦。就说会遇到树人，等等，忘了先补血。感觉就要马上遇到第一个王了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管门前是与非。那等天克我族的祸害，不成即痛快杀了，还偏让老子在这里护着。Hello， 先来呗。那天老子喝醉了，上次砸他个稀了。走走走，别碍着我喝闷酒。病鬼的模样，爷爷摔两钩子你就死了，留着性命不好吗？你别在这里晃荡啊，若是碰坏了老子的酒坛，有你好看。那拿你东西应该不会吧。那我知道怎么触发他的那个网，就是破坏他的酒。大胆！你这毛怪，我一语放你，你却定要与我为难，自寻死路。哦，他不见了，他出现了。小的，我放了。
还有这一招。我看这个不大战十回合不行。这样都很正常。第二阶段就不行了。哇靠！那我这样这时候出这招，太卑鄙了。砍也没用。好妖，啊，被打断了，三也没用，三也没用是不是？我要集气。哇！我接招了，尾后阵，砍也没用。哦，
背后遮住。卑鄙！得了那么多东西，哦，那个尾巴超卑鄙的。感觉前面还有一个 boss。怎么又不知道是打什么王啊？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还没结束哦。有点诡异。此等隐蔽之处，许久未见过生人了。哦，还好。小居士，你尖嘴缩腮，肌瘦面黄，一副痨病鬼模样，莫不是也中了虫毒？这谷内生有一种异虫，名禽狼，生食其卵可功力大增。只是那幼虫一旦孵化，便将五脏六腑啃食殆尽，空留一具不死的躯壳。我这些师兄师弟个个都不信邪，贪功冒进，见着便吃，如今多半药事无一了。小居士，你若有心，便带我了结他们。同门一场，我下不去手。他们的尸身内或还存有完好的心卵，顺道寻来给我，我也好找出破解之法。小居士，你可有寻到我的师兄师弟？不急不急，我看他们好似喜欢庄内游转，你可四处看看，
他们的尸身内或还存有完好的心卵，顺道寻来给我，我也好找出破解之法。来吧来吧，看是什么王。我受过了那个蝎子的教训，这应该也很简单。不单纯，我靠，剑气！
这些年未得相见，你已经被他们害成了这副模样。我自骊山而来，在此调查谷中之事。我并非有意瞒你，确实有些难处。我同他母亲相识一场，下不去手，这才引你来此。我到此物早已落入那多目怪手中，竟被你寻得了。或许这就是机缘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帮你将此物回复神力，全做我的答谢之意了。不过是几缕天上垂下的丝线，连它通向何处，是福是祸也不知道。为何都争着往上爬呢？啊！我今天回来了，趁我们现在功力高强的时候，来去打这个魏王。师兄，师兄，救我！即将你设了局，又与你法宝相助，三就败了，真见了他，我下不去手。后来天命人赶到，我打斗不过，洞里已被那猴子叫到翻天覆地。区区一只猴子也忒无礼，你旧伤未好，又被他打作新伤。放心，我替你打点。师妹，我的那样东西可还在你身上？还在。师妹啊，你虽样样不济，能把天命人引来这里，也算功德一件。但我借你的东西，得先还回来。
怎么都没回到，招式都第一次看到呢。近前来，还请道爷一记。我操！哦，那个应该可以用挡掉的。大小你干嘛想不开啊？
子，菩萨饶命！这阴间的妖物已经灭不了。放回。你还是和那时一样笨呐。母亲，母亲。本事虽有长进，却还是个笨货。这番不但伤了悟能与他的小情人，还毁了人家的大阵，罪过，罪过。
凡人也好，神仙也罢，都想着戒断过往，重启炉灶。可命运呢，就像爱人的舌头，嘴里一套，心里一套，哪怕亲口尝到，也不知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。